只要你答应我，就不用这么辛苦。每天来来回回的，我这家里难道还没有你这怡春院舒服吗？林老板，我是为你着想啊。你想想看，你做生意这么辛苦，家里的夫人又这么多，到我这来多好。只要你答应我，我把他们都休了，所有的时间我都用来陪你。啊，休了。 那你是不是等我人老珠黄的时候，也把我给休了呀？哎，那我怎么舍得呢？我疼你还来不及呢，你怎么就不答应我呢？这以后的事儿，谁能说得准啊？我现在天天都陪着你，我以前可没这么陪过男人。你要是还不满意的话，就去找别的姑娘吧。哎呦，生气啊？ 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，我的小美人儿。哎，我就是拿你没辙啊！好，我等啊，我耐心的等啊！哎，快别撅着小嘴了啊！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！嘿嘿，哎，这就对了嘛！啊，你一笑特别美。哎，房车停一下。哎，怎么了，丽红？ 林老板，啊，我想给我的乡亲买了一大车了嘛。这是做善事，怎么还有嫌多的嘛？哎，这倒是啊。那你看看还需要买些什么？车夫，哎，在这停一会儿。哎，好的。林老板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想想看，我老乡见到是我买东西，肯定不收我的钱。 那多不好意思啊！哦，这样啊，那好，你在车上等我，我去就来啊。哎，林老板啊，别让我老乡知道是我让你去买的啊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的小美人，等我啊。嗯，快去快回啊。好的。 林老板，您每次都买这么多货，做什么用啊？啊，做善事啊。做善事啊？是啊，我太太心肠好，最近华北闹水灾，她让我多捐些物资。您夫人啊，可真是个大善人，您能娶到她，可真是您的福气了。啊啊，是啊是啊。林老板。啊啊，这个来三麻袋。哦，三麻袋，吴秋，这要三麻袋。哦，好。哎。 外面车上那位是您夫人吧？啊，还是老板娘眼睛尖啊！<笑>您夫人长得漂亮，心地善良，您一定很疼她。那还用说，整个怡春院，就没有一个姑娘能比得上她了。林老板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，您怎么拿自己的夫人和怡春院的女人比啊？哦，开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啊，行了，大概就这么多了。 待会儿把货送到这个地方来啊！知道了，谢谢林老板。林老板，慢走啊！林老板，慢走啊！胭脂啊，你在这儿帮吴秋忙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哎，俊宁，吴秋，你看这个林老板又订了这么多货，真是大手笔啊！哎，您坐好啊，老板。好，走了，老太。 我走了，我走了，走了。林老板，嗯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哎，谢什么？我说过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，只要你答应。哎，林老板，你不是说你还有事吗？时间不早了，你赶快去吧。啊，我是该走了，晚上打扮漂亮。 你去忙吧，我等你。林老板，这钱您收下。哎，只要你高兴，花点钱算什么呀？
林老板，啊，我知道你有钱，可送东西得花自己的钱，意义不一样的。哎，你就收下吧，收下吧。好，收下。那我先走了，啊，嗯，这晚上我等你。好，陈夫，走。哎，好的。丽红啊，帮人也不是这个方法，啊，买货的钱加上你这几晚都白贴给林老板，丽红，你自己算算，你可是亏大了。姨娘，你别这么说呀，你为了吴秋的生意赔笑赔睡又赔钱，他可曾知道？你呀，真是个傻丫头。姨娘，只要吴秋的生意好起来，我做这些算不了什么呀。哦，他的生意一直不好，难不成你把老板都赔进去？不会的，吴秋的生意会好起来的。丽红，我要怎么说你才能变得聪明一点啊？你傻，人家林老板可不傻。哎，丽红，丽，哎呦，王老板呀，来来来来来，里边请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那个林老板来买的那些东西，都是丽红姑娘花钱叫他来买的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吴秋，他做这些都是为了你，他怕你的杂货铺撑不下去，所以在帮你建立信心。没想到还真有这种有情有义的女子，难怪人家说自古侠女出风尘，说的还真一点都没错呢。看来他对你的用情之深，连我都自叹不如。你要去哪儿？去把那些货买回来。你等等，顺娘，我怎么可以花李红的钱呢？不行，我要去。哎，你来，你来。呀，顺娘，顺娘，你不带钱，怎么去买啊？谢谢你。进去！我要进去！我要进去！哎呀，你不能进去！让我进去吧！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进去！喂，你这卖杂货的又来干什么？这姨娘，我要见丽红。见丽红？啊！丽红被你害的还不够吗？走走走，我们这儿不欢迎你。那我一定要见她。你一定要见她？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见她的。啊！长虹，哎，把她给我轰走！哎，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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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还钱给她的。再说一遍，我刚才知道，原来我店里的货是丽红花钱买的，所以我打算把钱还给她。啊，哎呀，原来如此！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请请请请，来请请请请，里边请里边请啊！进去玩，没事没事没事了，大家进去玩啊！请请请，哎，王少爷，哎，您下次再来啊，哎，再过来。丽红，丽红，吴秋。你怎么来了？人家陈家姑爷知道你的好意，总觉得过意不去，这不把钱给你送回来了。你要把买货的钱还我？对啊，我不可以让你白花冤枉钱啊。你觉得我不够资格买你店里的东西吗？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乱想，你先听我说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丽红，我知道你想帮我，可是你赚钱不容易。我赚钱容易得很，至少外面的人都这么认为。不是的，我知道你在这里讨生活心里很苦，赚得越多你心里边就越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会说话。不是的，
了吗？我懂什么？你说他一没人才，二没钱财，我为什么喜欢他？在伊春院，我吃得好，穿得好。可是，在来这所有男人的心里面，我就是个婊子。李红，只有吴秋，他从来没有看不起我，他把我当一般的人，平凡的女人看待。在我心里，一直有个愿望，我想做平凡人的妻子，过简单的生活。你这个傻丫头，你呀，吴秋，你是个有血性的男人，你善良，你体贴。小的时候，你是带着我逃难的大哥哥。可是当我懂得什么是爱的时候，你就不再只是个大哥哥了。在我心里，你是可以给我幸福的男人。我的心，我的心，你懂吗？吴秋，我知道我是一厢情愿，我不怨你，怨只怨，怨只怨我没有陈家小姐的命，我没有福气做你的妻子。李红啊，哎呀，李红啊，李红，你别这样啊。做妻子不可以，做朋友总该可以了吧。我是以朋友的身份买你这些货的，而且又是拿去赈灾的，这你都不愿意接受吗？可是如果这都不愿意接受，就是瞧不起我。李红啊，虽然赈灾是好事，可是也不能什么都别说了，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，没有关系。你走吧，倾城。替我送送吴秋。秋，我送你走吧。顺娘她说要我谢谢你。谢我？对啊，是她发现你请林老板来我们店里买货的，他还说你是奇女子，他很钦佩你。他也是个奇女子，他独具慧眼地看上你，嫁给你。我今天的行为，换做其他人的妻子，对我的这种做法早就打翻醋坛子了，而他却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。该说钦佩的是我，吴秋，这是你的福气，赶紧回去吧，还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在等着你。吴秋，走吧。